Keep going. You're doing absolutely fine. Very good. Pa, pa.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比赛捡到钱了？不是啦，比捡到钱更高兴。老师叫我参加学校的全运会。赛跑？那不是以后你天天都得留在学校练习吗？一个礼拜三天，拜一、拜三、拜五，放学后4点半开始。那以后拜一、拜三、拜五，你不用读书，不用温习功课了。我可以晚上回家再做啊。 最多晚一点点才睡，哎呀，我可以的了，爸。那就是说以后一个礼拜三天都不陪我吃饭了。哎，回家了。哦。 我今天又有remedial，我不回来吃饭了，拜拜。爸，我这个礼拜每天都有nice谈你。爸，我今天又有remedial。爸，我需要留在学校做 project。 老师叫我参加学校的全运会。以后你天天都得留在学校练习吗？我忘记跟你讲，我今天有 remedial。爸，你忘了我今天有 remedial。爸，你忘了我今天有remedial。现在跟我回家，马上回。 站着！我不许你再跑，听到没有？可是，爸，我真的很喜欢跑步的。你为了跑步，你想骗我？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为了跑步骗我？我是故意要骗你的。我说你不该再跑就不该再跑，我要你退出，你听到没有？你，我说我要你退出。 退出！不要不要，我不要退出！放手，放手！不退出是吗？好，你妈妈跟人家跑了，你现在想跟她一样跟人家跑？
为了赛跑你讲骗话，讲骗话，我看你以后怎么跑！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骗我？你再跑给我看，跑给我看！啊！美玲，你 haven't come for training since your father picked you up 2 weeks ago. Yes, Miss Tan. Thank you for your guidance and support. But sorry, Miss Tan, but my dad. 美玲。You love running so much, and you've improved so much during training. If you stop now, all your efforts will be wasted. Just think about it, okay? I will convince your dad.See you at training tomorrow. Mr. Fu? 我是 Miss Tan. 我是美玲的田径老师。哦，有什么事情吗？美玲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来训练了，不知道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美玲她以后都不会再去训练了啊！怎么没听她提起过？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很忙，不要烦我了，谢谢。吴先生，美玲她在竞跑方面真的很有天分，她不止跑得快，而且态度又好，学校真的觉得她有机会在比赛中排得前三名，而且她嘛。他真的是行了行了，那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啊啊！走走走走走。美玲在跑道上跑的时候，笑得非常开心。那种笑容，在她做其他东西时是看不到的。你也希望她开心吧？美玲真的希望你可以支持她。It's my own grand design. And all I see is you. They say good things. 安妮，你没事吧？阿玲，你没事吧？快点，快点，快点，加油！阿玲，加油！快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加油！阿玲，加油！Say what might bring
直